好，我现在写的这个 C 代表这个是 C 和弦 ，A 小 M 就是小 A 的小和弦，麦啦，哦 ，A 麦小和弦 ，F 就是大和弦，它本来应该要写一个 M 什么什么 J 的 major。好，那这个已经转位了，我们不管，我等一下要教各位的这个叫做分解和弦爬音练习。再讲一次，分解和弦的爬音练习。那你们看到谱的练习，可能会直接已经写了，所以你也连个头，阿妈没人跟你讲那是什么和弦。那我现在教这一个，你学起来之后，你以后你在拉流行歌曲也可以运用。你就看到它如果是一个旋律，嗦嗦啦哆瑞哆瑞咪西和弦，那我就可以。哆嗦咪哆哆，这个记住，它再上去再下来都可以，都是只要是这三个音的组成都叫西和弦，懂我意思吗？不管它在高或中间咪搬来这边或是怎么样，那都是转位或者是那个黑龙马屁 ，OK， 这样好，那我们开始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怎么做练习？哆咪嗦，那我的哆是不是就内旋空旋了？咪内旋二指，然后嗦用外旋空旋，所以我们就会拉到一个这样的，这样 OK 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延伸是不是三句都可以加一个高音哆进去？是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拍子是不是就可以变成一拍一下了？哆咪嗦哆，哆咪拉哆，都是外旋的三指。对，来，西和弦 ，A 麦和弦哆咪拉哆 ，F 和弦哆发拉哆，西和弦 ，A，F。你有没有发现和弦跟和弦之间只是差一个音改变而已？这样了解 ？OK， 好。那现在我们把它稍微变成两个音一弓，那是不是？然后我可不可以四个音一弓，变成指法一样，弓法不一样。指法刚才就是在练一个音一弓，就是在练什么？练手指头快的。
弓把的时候就是在练你的右手的运弓的协调性，哆咪嗦哆，哆咪拉哆，哆咪哆巴拉哆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刚才是不是都用三指哆？不够难用啊，所以我们要把哆改成一指，就会变成一样的音。然后利用空弦换拔，利用空弦换拔。再讲一次哦，回去你不可以直接给我练最后一个哦，你要从哆咪嗦哆咪嗦哆发啦哆咪啦这样练，练好了之后加一个三指的高音哆，三指的高音哆练熟了，才把三指哆变成一指哆。OK， 来，那我们来试看看，哆咪嗦哆。要换把哦，慢一点了哈、哦，三四，哆咪嗦换把，好，那是不是空弦哆再换上来，我就可以哆咪拉哆，然后再换上来哆巴拉哆，那是不是三组对三组安内的圣级盖啊？来，再一次哆西和弦。再延伸了，延伸什么音？哆再延伸过去就是咪，延伸过去咪发，就是三指、三指、四指，就会变这样子的一个练习了。那我们就会延伸成这样子喽。来，我先示范给各位看，就会变成这样，一拍一下就会变成。你等下加到五百，或者你十不时拢要问的，这就是安尼练出来。来，来，再次，好了吗？哆咪嗦哆，咪哦，三，西和弦。对，很好。然后手是不是刚好空弦都可以利用空弦？这个又可以练空弦换把，上来哆咪啦。是不是刚刚一个音不一样，刚刚拉到嗦的变化，啊，现在我们这个只是把练习了，是不是把咪换成八而已，三，来，小拇指八，第二，很好，第二，来，再一次，哆咪嗦，推弓啊，推弓啊，基数一定要去练推弓，三，来，西和弦。延伸下去就是什么还没完成的哦，练习还没完成，这里就是收了，这里也是收，这里就变成拉，收换下去一指，然后拉换下去二指，然后收也可以用四指，所以我用挂号 ，OK。那各位记住，练习要你不可以直接会最后了，然后你就直接都被连最后，不被对头开始连，慢慢的我会转过来。今天这个要教到会才有放你们走，哦、因为这是最后一个备料。用一指的、啊，一指啊，弹四指。这收可以用一指，也可以用四指，要看你的需求。你如果还要下去高音哆，那就要用一指啊。
可是你如果到收就要回来了，就可以用四指，安尼敢听哦？可是拉你无把机啊，拉你就是落去，一定爱用二指啊。好，那我们来试看看。好，那我们来做一个试验看看哈。第一组我们第一次我们来练C和弦就好。我们第一次收用四指，三来。是不是头挂你点的第二个点？小拇指在停在头挂伊个点的第二个点，这样有概念了哈。来，我们再一次 C 和弦，三来。这样子就是第一种方式。第二种方式是什么？收要再一指下去，因为我们最后要到高音哆啊，所以来我们。等一下，三指咪之后要再下去，三来，下去，再下去，这样了解吗 ？OK， 好，然后小拇指刚好放上去就是高音哆了，他帮你们点的第四个点，还有了解 ？OK， 好，那我们一样一模一样的手法，刚才是空弦收，把它变成一指拉。把它变成一指拉，欸，我这边写错了，搞笑的能不能快点，这边是拉才对，哪里啊，第二行应该是拉才对，不然就变七和弦了。好，因为如果写收的话就变成 A7 和弦，那它要变成二指吗？对，二指，不好意思，刚才写错了，第二句应该要拉啦，不是收，因为如果收也可以啦，收就变成七和弦的啦。对，就二指。好，关你都没发现的，没有，你看对方的共和弦，你记得和弦可以到十三的 ，C 十三和弦就是哆咪嗦西瑞发嗦，啊，就全部拢会使用啊。所以记住，它那个只是一个叠的概念而已。OK， 来哆咪啦。三来，二指下来，对，好，然后 F 和弦是不是把咪改成八就好了？三来，四指、二指，六，好，当你把这个练习又练熟了，才最后。再把这个练习给它完整起来，就是我今天要教的东西，我全部写成完整的，就会到最后这个高音哆。就会变成这个样子，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上行的分解和弦了，爬音了，可是只有上行而已哦，它只有从低音到还要再爬下来。Okay. 那你记住，你不要给我直接就这样练，你一定要从哆咪嗦、哆咪嗦哆、哆咪嗦哆咪、哆咪嗦哆咪嗦、哆咪嗦哆咪嗦哆。那如果还不够爽，可不可以再哆咪嗦哆咪嗦哆咪，再哆咪嗦哆咪嗦哆咪嗦？啊，这个无够开，搁起哩，一盖搁加一音起哩，来这样子。OK， 这就是最后的结果，我们这个练习最后的结果。好，那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这个练习我练一次给各位看的，超级 CP 值无敌超级高的哦。除一下有，看一下，这个我在热身就是这样子的。C 和弦，一弓，上行一弓，下行，没有了，你不要去管这个，我这个就是在炫给你们看的，能不能倒退路，我可以让甩尾的，两倒退路。
这样了解吗？这个练习是超级，我教过的学生每一个，包含那个黄小妹妹，我他们都练过这个，因为所有的曲子，你看，这个都是，都在这，都会用到，然后那个，一样都会用，只是不同调而已。那刚才你听不了，你耳朵遐侪曲子，反正你回去就是记得哆咪嗦 ，A F， 哦，大家看好，大家看，爱看示范，看好。怎么去怎么回来而已啦，干嘛那种问号脸？就哆咪嗦哆咪嗦哆嗦咪哆嗦。然后这个练习好用到什么程度？你学会这个练习之后，我会跟你讲，其他练习你都不用练，你就练这个就好。我说的是还没有更难的练习之前，你就练这，而且包含了什么长弓、短弓、连弓、跨弦、内外弦交替。大跳换拔、空旋换拔，什么你都功能出来练习，全部含在里面了。连弓怎么练？两个人一弓，对不对？上行一弓，下行，上下行一弓，一弓两个上下行。最后，我带各位练一次哦，哆咪嗦哆，来，完整的下去上来哦，还要慢一点，还要回来哦。你回不来没关系，你回不来没关系，你就留在那边，慢一点哈、哦，两拍，哆二咪二，嗦下来，哆二三指咪，下来一指嗦，二四指哆。二回来收，二三指咪，二二空弦收，二，这样子就是一个完整的。好，然后 A 和弦，三来，哆二咪，外弦拉，换把哆，三指咪，二指下来拉，四指哆，保留指回来拉。三指上来咪，一指哆，一指上来拉，二指上来咪，这样又是一个完整的 A 麦和弦的上下行分解，没有到哆，没有到哆，没有回来到咪而已。对啊，你到哆的话，那你又爱个给 U 一个哆，安尼袂顺。好，然后 F 和弦哆，二咪发拉，对，一指哆，四指发。二指拉，小拇指哆，保留指回来拉，好，回来发，一指哆，一指再上来拉，内旋三指发，好，那个我一样麻烦中程录啦，啊你们不要出声音，不要唱。